是不我需给要你熬下一那个，个你证要据。有孙子辈儿的话，我连你孙子辈儿都给你熬没了。那你可就厉害了，那你就不是，我跟你说，一般的牲口做不到。来吧，你要是能把我来，孙子熬没了，一般的你不就想来个 low 吗？你不我就想来个不一要般脸的的吗？牲口你不就做不喜到，欢能这不把要我脸的孙子吗？熬没了，真的，那你得不是想，什么样的？我想想啊，得是冷血的啊，得是冷你血不就的，想要这不要脸吗？得你这，是有壳的啊，你不就想在你的这些这2万多订阅听众里来不要脸的吗？你喜欢这样？得是四足哎的呀，啊，得是卵生的，他这个他能伸能那个头能伸能缩的，他这个能把我孙子熬没，这我相信。如果你要能想把我孙子熬没，那你肯定是这个，我知道啊，你肯定有这个能力。那可不一定。那你看你孙子活几岁了？你孙子活个3岁5岁的，不用说3岁5岁，30岁50岁的我也把他熬没了，你信不信？那还是你还是说你是个冷血的那个啊那个是吧？你是个那个是吧？就是圆带有来吧，壳继续不相信，有看看壳你的订阅数会增有加还是减少？啊！我跟你说，哎，啊，看看这么搞下去，你我是会这越来么越火还是越来越臭？搞下去之后，哎，我跟你说，我频道我本来直播间里人也就一百多人，不到200人啊！我这一骂高华，好家伙，这个频道里的人蹭蹭的往上涨。你这流量密码没啊！问你这，题啊，那你不怕臭大街，咱们就继续来啊！哎，没问题，你愿意休假先，咱们就继续来。是你还有点新鲜的，咱说点新。哎，感谢一下斗内哈，感谢一下海上谈西风的斗内，千年王八万年龟，祝某位海外皮划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啊！行，我也祝你，我祝你身体健康，确实，我别这祝样你万说，寿无疆，千年我祝你不。万寿无疆你要你啊！不行，那不行，你得把我孙子都熬没。我是人类的寿命，你这不一样，你是个那个，对我，我跟那个比不了，是不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啊，高华，就是当你谴责网暴的时候，多想想自己的言论，注意好自己的言论，提高自己的素质，不要在这儿动不动谁谁谁就卖国，谁谁谁就恶意满满，对中国恶意满满，我是就不是说呢？你恶意满告诉你满，了，我还能证明你恶意满满你的这些言论啊，啊？在我们眼里看似我爱在国，你的实眼则里害跟国，闷没有关在系，磊哥的眼里我就说你一个人，也是把你骂得狗血喷头。那我不你重无要，论我不是在在我们乎。海外，在我这个海外华人，还是在磊哥这种爱国顶流 UP 主里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吧？我不在乎，这样。我一点都不在乎。我现在就是比较只带着你，你看，哎，这怂逼总跑了你呀？别走啊！你走了，我直播间的人数还怎么涨？流量密码，不要走，快点上来，快点上来。华，哎，我的 amigo 呢？我的华华呢？我的皮华，我的。哎，他直接从频道里推出去了。好，这期我一定会剪出来的哈，这哎，期。你分析一下这是什么行为？我想上来的，我看他踢你拐踢的差不多了，我说了，我想跟他聊聊没才没对有，呀，我这跟怎你么说，突然间就连频道都退了？这是出于一种什么行为？你我跟你利用说，你的专业来分析一下。我跟你说，老杨啊，你不了解这种人，他这2天气坏了。自打上回王劳改给他破大房了之后，你知道吗？他就没缓过来。然后那天呢，他在柳杰克那儿装逼，然后我又过去了，给他一顿喷，你知道吧？我给他完一顿喷完之后，他都快气吐血了。他今天是想来什么呢？你知道干什么的吗？他希望啊给我戴个高帽，让我啊学柳杰克，然后听他把话说完，他想在这儿赎了我，因为他抓到一个点，他抓到一个什么点呢？上一次为什么王老改上来？王老改上来是提醒我一件事儿。我呀，有的时候我为了照顾观众的感受，我就跟底下连线不一样了，你知道，我得让观众听明白对方说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不会亲自下场跟他撕的，你知道吧？因为我是要脸的人，主要是得在意观众的这个点。他呢，就他觉得我这次还这样，你知道吗？他就想来这儿，借着我架在这儿当主持人的情况之下呢，不好意思下场跟他撕。他想占便宜，他想在这搂我便宜来，从嘴上讨回来，他心里好痛快。结果没想到来这儿，今天差点又没气死，你知道吧？
给他气坏了。怎么回事啊？他马，我跟你说，他现在马上要吃硝酸甘油，他刚才那个嘴都哆嗦了。你听他跟我连线的时候，他说话那个声音都哆嗦了，他气死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心眼儿极小，你知道吗？啊，那个药不得含在舌头下面吗？我记得。啊，他是栓剂，他是栓剂，他走下面。哦，哎呀，你看这个，你知道我为什么？哎，就是他上一期嘛，他不是说嘛，哎呀，大家都是出国的人，这个，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然后又说别人是书呆子，就是我就想看看他不是，就是因为怎么说哈，我从知道这个人哈，从柳杰克那儿到这儿哈，你看他说过这么多次，他的人设就是一直在换，好吧，就是一会儿什么在墨西哥出生长大的，一会儿又是从中国出去的，然后又怎么样的，就换了好几回。就他又说在海外接受的高等教育，那应该是在墨西哥吧？就是我想看看这个，因为你看我这个是自学的，我这现在这个我在这个地方不方便，所以我特别想请这个在那儿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来这个指点指点我的这个西班牙语现在是什么水平了，好吧？因为我这个西语就是挺菜的，好吧？其实我刚才我。那就是想请教这个接受了这个高等教育的，对吧？就是接受了西班牙语传授的这种高等教育，就我特别想请他指点指点我。你结果这我一上来跑了，老杨，他不配跟你交流。他因为你看在这方面我是业余的嘛，我就想请这科出身的专家的来指点指点我。我估计他下回不会再来了。这次我跟你说吧，他铁得还了，他铁得回去。从 DC 给直接掉下去，然后直接退 DC 了，都跑了。爬了。给我的理解，这可能就是怎么说吧，这可能就是心虚了。你看你要是心虚了吧，我觉得那以后就他也就不用再连了。我估计可能他现在在 YouTube 看，好吧？那么我就跟他说呀，就是。你不管是柳杰克还是哪儿上蹿下跳的，就从今天你这个行为，我觉得就是可以断定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吧，就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又什么墨西哥啊，又美国啊，又怎么样的这种，包括你什么拿了台湾的身份证这种，是吧？你看这个，我觉得你看你所有这些点，你的人设，你基于的这些点呢，都已经是错误了。我觉得就是，那么你大家以后听到他说什么，就是。都可以直接过滤掉了，对，因为这个人基于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他整个所有逻辑框架基于的那个支点啊，是一个假的。你放心，今天这个跑路，你放心，老杨，那什么了？我跟你说，他的人，他的心理侧写，我都给他写完了。我跟你说，以后我破防他一破一个准儿。我现在跟你说，把他心理都给攥明白了，你知道吗？对呀，你看我刚刚都是闭麦上来的，然后他一下子就跑了。没给我机会，哎呀，可惜了。嗯，那行吧，下次等他再来吧，估计又得一个月。他都退 DC 了是吧？他刚才把 DC 给退了是吧？对对对，哎，没事，你直播他肯定还会再进来的。OK， 他就又想找机会偷袭我就对了，okay. 是吧？对，哎呀，啊，我懂了。没事，阿米哥，我等你啊。其实我一直就是很想问问你这个，就是因为我哈、啊、也是比较喜欢就是了解这种。怎么说啊，就是那个你看川普建桥呀，就是从这个墨西哥跑过来，其实我就特别想问问这种，就是他当初这个跨边境的这种行为，这个美国不是有个电影叫这个边境战士吗？嗯，就讲的这个美国边境贩毒的，我就想特别问问这个 Amigo 一个问题，就是你关不点不阿斯卡瓦都读奈雷斯，就是你这个地道挖了多久？他听不懂，你别跟他说这个。嗯，没事没事，哎呀，我就想说他挖了多久，对吧？就是老杨，这个下次这样，你下次用英文考他吧，西语他可能听不懂，我觉得。英文呢？英文也行，哎，我英文他也够呛，我感觉他已经财务自由了啊，他已经。至于高华吗？这。肯定得会呀，对吧？对吧？这个高华肯定比什么高德、高日呀，那个某个那个，那个是吧？对吧？高日的门槛应该是低一些的，对吧？毕竟这个英文只要会一点就行了，尤其是穿插着说，对，而且不是变名词的那种，就特意把那几个简单的动词换成英文穿插着说。嗯，对，就是这门槛比较低嘛，对吧？这个
我相信都会回来的，我相信都会回来的。好的，我们期待，我们那期行，待哈。我期待，我先下了，好的。咱们来感谢一下抖内啊！哎呀，我操，我真得感谢高华啊！高华一进来，好家伙，我直播间的 GDP 蹭蹭的往上涨。高华要是看见了，不得气死啊！当时啊，口吐几十两鲜血啊！感谢一下这个没有名字的一位观众哈，感谢微信抖内啊，给墨西哥 Amigo 买对蜡烛，祝他一路走好啊，祝他一路向西啊，西天取经。感谢这个谁哈？感谢这个Luke 的抖内哈，感谢 Luke 的抖内，一个直畜居然气的帮磊哥说话，那他，我就说他自我认知偏差嘛。这个感谢抹茶的抖内哈，加油加油，骂废他啊！不进不了中国门，墨西哥墨西墨西墨西哥墨西哥高华只能在门口废废啊！感谢这个华先生的抖内哈，必须给高华喂点龟粮啊！他现在不仅要龟粮了啊，高华回去还得点点护龟液，他是那个，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今天啊，你说，哎，这不是让我给抄上了吗？我本来以为他今天不来的，结果那高华啊，高华让我给骂化了，你跟我在这儿玩阴阳怪气的。你也真找对人了，欢迎还有这样的吗？就高华，你还有说你有亲戚之类的吗？还有或者是啊，这一块儿来呀 你一来我这直播间，我这人数我这层层层的上去啊，层层啊，扶摇直上 扶摇，咱直播间流量猛上啊，流量密码这是个啊，高华你是个流量密码啊。啊，这段我能乐半宿啊！这段我绝对给你们剪出来，叫题目我都想好了啊，罗尼三气高华，行不行？罗尼三气高华，哎，这个气的高华啊，我在躺，这个或者罗尼骂高华，或者对啊，诸葛村夫，你啊！哎呀，哎呦，我笑的眼泪快下来了，我操！诸葛村夫，你他妈！罗尼看微信啊，微信，感谢感谢一下小屁民的抖内哈，感谢一下小屁民的抖内。谁让我看微信？您是谁？您是哪位？太高兴了，今天我的观众都乐坏了。我跟柳杰克的风格不太一样，柳杰克不亲自下场跟观众对撕，我是有的时候我是会下场跟观众对撕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观众可能对于我啊，爱看柳杰克风格的人，对于我这个风格可能有点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啊，不没有关系，这个还是这个啊，还是就是不一样的味儿啊，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啊。遇到我们天津的啊，还是那句话，像这种玩意儿上来，我不是来跟他讲道理的，我大家千万要记住啊，今天我跟高华的这段就是大家的榜样。以后在网上遇到这种人，你懂吧？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你就是来把他给气死的。你要不把他气死，你今天才是失败的。你得气得他三魂生火、七窍冒烟，你知道吗？下场之后，五日心脏啊，就含舌下含服一个这个硝酸甘油，掐人中，你知道吗？哎呀，怎么了，高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啊，这躺在那，那他躺那，罗尼，你罗村夫，你他妈啊！跌落马下，你知道，噗就开始吐血，就你就是来把他气死。你看他来了，你看他今天来了那个状态了吗？啊，那个状态，那个声音比以前都高八度，比这个安迪贡喝完大
大麻可乐那调门还高了。你想想，来我这儿，哼，你骂人，你不能那么没素质啊！我肯定把你孙子都熬过，对吧？你不行，你知道吗？那他上来说啊，罗尼你不行，你素质低啊。然后我扭过头来损他，他说：“哎呀，你没素质，你损我，你敢反损回来，你还有王法吗？啊，这点你就不如柳杰克。你看我说什么，柳杰克都听着。你问题是。”你遇到的不是柳杰克吧，对吧？你不能钻柿子关前有软的，你人家柳杰克人家是有修养的人，我这风格不太一样啊，我这风格不太一样，跟我说话不尊重，我马上就给你个样看，你知道吗？懂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以后到我直播间里来啊，千万要注意啊，注意点，罗尼的风格和柳杰克不一样啊，不一样。你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那什么，不过他确实带给了我们直播间很多欢乐，不是吗？啊，在这个五一节劳动节的这个夜晚里边啊，我们大家还是很开心的。我看到我的观众都笑得劈岔气儿，笑得劈岔了，我就开心了。啊，我今天的直播效果非常好啊，是不是？对吧？我的流量密码来了，你看看这事儿闹的，你看看啊，是吧？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连线。是吧？你一来连线，我成功了啊，成功了。这段我会剪出来的哈，我会剪出来的。罗尼三气高华啊，三气高华，高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啊啊！既生柳杰克，何生罗大尼？气死我高华了！很简单，我没说别人，我就是气你来的。以后就记住啊，大家去跟我学。遇到这种人就要用我这种心态啊，我就是来气死你的啊，没有别的意思，在下就是来气死你的啊。